少林之王，这寨主可不是冒牌货。这个寨主的功夫也不简单，使的是少林功夫。你的女儿为什么要寻短见啊？实不相瞒，三个月前这附近聚集了一帮山贼，打家劫舍，无恶不作呀。我们牛家村的村民只有苦忍，没想到他们还不放过我们。那山寨的头目要抓我的女儿去做压寨夫人呐。那你报官不就行了？对啊，这山寨的头目可不是等闲之辈啊，自称是少林弟子，连官家都怕他们呐。少林弟子，怪不得我们刚才进村说自己少林弟子。少林弟子，大叔别怕别怕别怕，我们四个是正宗的正宗少林弟子，绝不会跟那些山贼是同党的。是啊，你看我们的样子，个个如此纯洁，如此的正义，像坏人吗？哎，别闹，少林弟子一向是出将扶弱，正直不阿，怎么会混入山贼呢？这帮少林弟子一定是假的。大事不妙了，小花爹，快把小花藏起来啊。村长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那帮恶贼又进村了。啊，慢呐！你看这，二位大爷，你们这是？我们寨主说了，明天早上便娶你女儿。明天的太快了，求你们推迟两天，让我好好准备准备呀、啊。拿你女儿推三推四的，走走，欺人太甚！宰了这帮小坏蛋，让他看看谁是真的少林弟子。哎、师傅，还等什么？动手啊！哎，不行啊！哎，你们别轻举妄动，冷静一点，行不行、啊？见你女儿，否则血洗牛家村！血洗牛家村！村长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哎呦，我们怎么这么倒霉呀！哎呀，我不要嫁给山贼，你救救我吧！我还是算了。飞鸿，刚才为什么不让我们动手？啊，对呀、啊，山贼只有两个，我们四个，一人一拳把他打得稀巴烂啊！对啊，只要一动手，就会打草惊蛇。那帮山贼肯定会等我们走了之后血洗牛家村，我怕害了村民啊，这不行啊。对，逞一时英雄很容易，我们的目的就是把山贼一网打尽。大叔放心吧，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女儿的。你们的心意我领了，可是这帮山贼凶残无比，你们只是四位少年呢。大叔，我明白了，你是怀疑我们的身手，我们现在就给你露一手。小孩子，这能有什么用啊？太好了，我原以为阿牛找的帮手啊赶不及回来，现在有四位少年英雄出手相助，我的小花有救了。自古英雄出少年，幸亏你肯出手相助对付山贼，这次小花有救了，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啊，黄师傅。阿牛不要客气，你也曾经帮过我的忙啊。那算什么，上次黄师傅上山去采药，我只不过是做了个领路人而已。萍水相逢即是朋友，朋友有难，我怎么能袖手旁观呢？况且这帮山贼胆敢冒我少林之名，作恶多端，我早就想惩戒他们了。好了，阿牛，早点睡吧，明天还要赶路呢。哎，黄师傅，你也早点休息啊。嗯。山贼人多势众，只可智取，不可力敌，所以我们先把寨主和手下们分开，请君入瓮，先把寨主引进新房，只剩他一个人的时候再来一个瓮中捉鳖。这个我也知道，但是 我为什么要扮新娘啊？对对对对，为什么你们扮轿夫，我要扮那个大金姐啊？对啊，哎，我们现在是为民除害，哪有分你们我们的。亚瑟苏世荣，我看你们古道热肠，一脸正气，
难道你们对付山贼一点点牺牲都不可以吗？哎，就是，飞鸿说的太对了，你们两个可是少年英雄啊。杨焕，你少给我来这套，你们两个可骗不了我。嗯，世荣的话没错，不如这样，咱们来石头剪子布，输了就扮那个新娘和大金姐。好啊，好，来来来来来，石头剪子布，一二三，石头剪子布。恭喜恭喜恭喜！承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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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干杯干杯！你们两个守在这儿。是。哎呀，恭喜老大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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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恭喜！恭喜！恭喜！上岸！上岸！上岸！恭喜！上岸！恭喜大哥！寨主啊，恭喜恭喜！你谁呀你？哎呀，你看我这个样子就知道是大金姐了。哎，寨主，你这次来我们村娶小花，当然是我们牛家村的一大喜事啦。哎，我们怎么能草率呢？所以啊，要把礼仪做全。啊，什么见鬼的礼仪？你他老子不懂。啊，寨主啊，别生气。所以让我这个大金姐来教你。哎，首先啊，要踢脚门，接新娘，对对对，然后到祠堂拜堂。洞房花烛夜的时候保你满意。老大是这样的，老大没错。那好，老子今儿就来个明媒正娶啊！对吧？啊，哎，你们都夫妻对拜过，以后就是夫妻了，知道吗？那这下我们就开入洞房了吧？哎，还不可以，这个新娘子要回洞房准备一下，你和兄弟们到那边庆祝一下嘛。怎么还要等啊？哎，反正都是你的新娘子，你还怕她跑不成啊？哎，那些兄弟啊，跟你出生入死，你该跟他们把酒言欢呢，是不是？那好，那我就先陪我的兄弟们喝酒啊。对呀、啊，赶快去吧啊！小宝贝儿，你呀、啊、先在房间里等我一会儿，我一会儿就来啊，让我去跟他们喝酒去了啊。走走，喝酒。哎呀，小兄弟，我真的很担心，要是拆穿了怎么办呢？哎，放心，嗨，你放心吧，我们几个已经商量好了，不会出错的。对对对，大叔，你就放心吧。你们小心点啊。哎，放心吧。放心吧。来，走。听天由命吧。就这样。阿妞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。你腿怎么样？能不能行？我没事。你赶快救小花吧，要不来不及了。好，你在这里休息一下，回头我叫人来救。等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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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摇摇摇，快摇快摇，来来来，好了没有？啊，好了好了。啊，走，走了走了。新娘子，都快要洞房花烛夜了，有惊有喜吧？飞鸿啊，你别捉弄人家了，
你也是个男人，怎么能跟男人洞房呢？哎，放心吧，亚擦索在外面的酒里面都放了巴豆了。巴豆啊？哎，是不是吃了会拉肚子的巴豆啊？哎，现在放心了吧，只要他们喝了那些酒啊，就会拉得昏天暗地，你还怕什么呢？我们一点力气都不费就能够把他们一网打尽，这可真是妙计。哎，是啊，这才叫做斗智不斗力嘛。我这个大琴姐也该出去露露面，实际啊让他们喝酒。我先出去了。他们喝成这个样子，这怎么办呢？来，继续继续。喝喝好酒了，来来来，你来这碗，这碗。哇，喝喝喝，寨主好能喝啊！啊，来，寨主，喝啊！哎，你给我倒这么满干什么？啊？哎，寨主啊，这碗呢是女家敬你的。啊？你这碗是敬我的。寨主，你娶了我们的小花吗？所以啊，我们以后就是一家人了，你就是我们村的姑爷了。嗯，以后我们牛家村如果被人欺负，那就请寨主帮忙啊。那我们牛家村以后就过上快乐幸福的生活了，天下太平。哎呀，这次是托寨主的鸿福啦。哎，这碗酒呢就算我敬你的啊，寨主。 好，来兄弟们，给你满上。人家这么给我们面子，我们不能不领情吧？啊，来干了。来，寨主干嘛不干呢？啊，这碗酒呢是我用来借花献佛的，今天你表现不错，老子很满意啊。这碗酒我回敬你。我不能喝，我不能喝的。你不给我面子。不是，我不能喝。兄弟们别说了，我喝。喝。嗯，来了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又解决一个，绑起来，绑起来，啊，又是我，绑起来，喝喝喝，差不多了。我呀，不能让你们嫂子久等，是不是？我先走了。对对对对，不能辜负了这个良宵啊！说得好，你们呢？啊，你们呢？继续喝啊，喝四十三啊！我走了。啊，大哥走好。不许走，不许去，不走。不能进，不能进。怎么又是你啊？我今天我进洞房关你什么事儿？闪开。不可以进的，进洞房有很多规矩的，如果不按照规矩去不吉利的。废话，我又不是第一次进洞房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可是个老手啊，别在这碍手碍脚的，滚。不能进，不能进。八大房租我了。死了，对啊，不死就怪了。该你了。老大在里面风流快活，可叫我们两个人在这里挨冻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别啰嗦别啰嗦了，等老大干完了，说不定给我们兄弟俩乐一乐呢。来，你们真是太无耻了。
坐床头，哥哥我敬你一杯酒。哦，来来，咱俩喝一杯。你怎么会有后劲？你清供了没有啊？你怎么是个男的？啊！你这个臭小子往哪儿跑？哎呦，肚子！哎呦，你怎么跑到男茅厕里头了？我也不知道。不是冒牌货，这个寨主的功夫也不简单，实乃少林功夫。你是谁呀、啊？我是梁宽呐、啊。你是阿宽？那你呢？我是魏红啊。啊！哎，你们两父子怎么打起来了？哎呀，好险，好险啊！是啊，是啊，我们差一点两父子自相残杀呀、啊。哎，魏红，你们怎么打扮成这个样子？不男不女啊？爹，说来话长，回去再跟你慢慢说吧。哎，魏红。原来这个寨主啊是个冒牌货，武功差得很，我一掌打过去他整个人就贴在门上了。哎，黄师傅，你怎么也回到这个地方来啊？哦，我是他们请来对付这帮山贼的。哦爹，原来他们请的武林高手就是你啊。啊，不过没想到你们四个少年英雄出手帮忙智擒山贼，看来我这次算是白来了。哎，飞鸿，你的武功可是大有长进呢、啊、哎呀爹，连爹都差点败在你的手里，宝芝林将来就要靠你们的了啊。